遷嚟，香港嘅製衣業已經由勞動密集型逐漸走向知識型嘅發展。咁為咗配合呢一個新嘅方向發展咧，我哋製衣訓練局咧與時並進，積極改革，從製衣工序訓練中心銳意發展成為一個時裝學院。時至今日，透過清晰嘅定位、穩健嘅步伐同埋追求向前嘅熱誠咧，我哋本局咧為業界所提供嘅培訓課程咧，已經由基本嘅技巧訓練，逐漸已變成為專業技術同埋管理嘅課程。作為香港製衣業界提供訓練課程同埋教育培訓嘅主要機構之一，本局除咗致力提高課程嘅質素之外咧，更加注重為學員提供先進嘅設備同埋舒適嘅環境，等到佢哋咧可以有效咁樣去學習。九龍灣訓練中心嘅新設施啟用咧，正好係見證咗本局為業界、為學員提供專業卓越嘅訓練課程之餘咧，亦可以為香港發展成為亞太區嘅時裝採購同埋貿易樞紐出一分力。大家都知道啦，人才係製衣業嘅寶貴資源，一個行業如果冇人才，就係冇前景。展望未來咧，本局會繼續以科技同埋創新嘅策略，喺人才培訓工作方面咧繼續努力。當然，我哋亦都好希望能夠一如以往，得到在座各位嘅支持，指導我哋一齊為我哋嘅時裝人才培訓作出貢獻。